是何祖麟，我是郭靖成。来，我们把下周好运的运势报告给大家。好的，大家一起来关心5月20号到26号的运势啦。哎呦，今天是挖出文啦。是，哎呦，就一哥哥哈，自从娶了美娇娘，他的整个运都开了。哎，原来很自卑，自卑感呢，说娶不到老婆了，没有人要嫁了，结果是老婆跟老公求婚。那这女的傻了吗？傻不傻？待会聊。来，欢迎我们命理老师，首先欢迎黄永福老师。大家好。哎，接下来欢迎吴美玲老师。大家好。来，接下来欢迎艾丽诗老师。大家好。哎，来欢迎两位，欢迎马利欧夫妇。大家好。马嫂来了。马嫂是刘恩馨。恩馨。哎呦，很美啊。真的吗？配不配我们郎才女貌吧？而且你老婆面相超好，是好命脸，对不对，老师？是好太太，是吗？那我选对了是不是？不是你选对，你大概命中还是有祖先有宝，有波比。那反观就是说，恩熙可能就眼睛有点业障重，就没看清楚。纯姐，她的眼睛还真的不好，她的那个度数有差多少？对啊，度数蛮重的。6-700度。恩馨，你是怎么样？你是从没有交过男朋友，还是你跟玛丽要结婚，是你先开口跟他求婚的？就交往很久啦，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个。交往多久？两年的时候就决定要有结婚了。其实是这样子，其实我们早就认识。有很久吗？没有，其实早就认识，但是那个时候是我有女朋友，她有男朋友，所以可能也不适合。可过了一个时间之后，又再认识之后，就见，因为她在高雄，我在台北。那她那时候还没来台北工作，后来就是第二次见面，你单身了，我也单身了，然后就试试看，就 OK 了，是这样子。对。那时候几岁啊？那个时候。32、31。女生32、31是会急哦。对，很急啊，因为我爸妈一直在安排相亲，安排的频率很高。那你相的那几个条件都没有比玛丽又好啦。其实我们已经交往了，我父母还是不断的要安排相亲哎，只是我没有跟他希望你没有跟我讲这个事情。没有，就是你回去没有讲，你已经有男友了。已经讲了，可是他们还是一直在安排。你相了几个？数不清了，相到已经。对啊，坐在对面都没有感觉，还是玩手机。你当然没感觉，你心里面都已经有男朋友，怎么会有感觉？现在相亲怎么相啊？你们是就是把你们约在咖啡厅，就丢你们俩吃饭。然后他就带他父母，带我父母这样子。那都随便说两个有特色的。有一我知道有个医生啊，有一个医生，他是牙医，然后住在美国，家里是真的还不错。那为什么不嫁？其实你们在干什么？你这个女人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？对，为什么不嫁？就想说到美国太远了，家人都在南部，这样来回，我觉得太想念家人。不要是妈妈，我气死了。还有一个在那个高雄美术馆是个大地主。他说他都没有在工作，只要随便卖一块地。我再刷一次啊，老婆。就很有钱，早不敢想我啦。随便卖一块地，就是可以，吃香喝辣都不用工作。他说都不用工作。哎，其实你这个身形，你这个脸哦，只要相亲所有的婆婆都会喜欢的，100分的啦。你这一款你一定可能也很受欢迎。我爸爸第一次跟他见面吃饭，我爸说他喜欢，就是他的。第一个 first image， 他端正啊，就是很属于那种好媳妇的感觉。对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那所以，那你相完这么多，你就实在受不了，你跟他说，那我们要不要结了？对啊，因为想生小孩，想要有四个小孩。什么？你设定要四个？个人他想，想要四个，就喜欢热闹。那几男几女？都可以啊，四女也无所谓，只要有小孩很多这样子。你是很传统的那种家庭，喜欢吃年夜饭，这样对对对，热闹。对啊，很幸福。可是他生四个我养不起啊，以我目前的收入，我大概只能养一个，最多两个。真不用担心。他的命格应该他自己都养得起。他的大姐生了三个小孩，全部是他来带的，就从小开始把屎把尿，他来照顾。对啊。恩馨跟你提结婚的这个事儿，你的说法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当初交往的时候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跟他交往大概3年多嘛，我那时候大概44、43，其实我也想结婚了，那只是之前我们有上节目，在节目中有聊过，其实我早就想结婚了，只是因为遇人不熟，而且已经错过那个时间了，那再加上演艺工作不顺遂，我觉得结婚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说我当然希望老婆可以带着他一起
快乐，一起开心。我不想他吃苦，所以我为什么那时候一直迟迟不敢结婚，是因为你手上没有什么钱嘛。没想过玛丽欧事业才刚发展，还没有头呢。对啊，可是他很会照顾人，体贴，又做事谨慎，又有责任感。嗯哼，所以这一点，这一点深深的打动你。这一点跟地主、啊、跟美国的牙医比起来。有赢啊，有赢哦，因为工具人啊都帮你做 好工具人，工具人哦，因为我刚前面讲说他算是半个妈宝，因为他从小就是比较，因为他是老幺嘛，哦，大姐二姐，他比较受宠，所以他也不会做家里的那些事情，所以他基本上他妈妈弄个爱穿边边啊了。那现在来台北，我那个时候可怜，不是说可怜他，他那时候还没有住在一起，他住外面。他说他一个晚上吃两个车轮饼红豆饼就可以过一餐的。我没有办法看到像他这样子过日子。我说至少你那我们干脆一块住也省房租，我又会做点下点厨，所以他就是跟我一起，就是反正我一个人做也是做啊。好烂的理由。对，你这是一种诱骗女生来一起同居的烂说法。不是，但是因为真的是喜欢他，然后也照顾他，是这样子。然后刚好碰到他吃两个车轮饼，哎，逮到机会说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他跟我讲一个，就是说，他说因为他不喜欢奢华，他不皮花。他说老公，其实你不要担心苦不苦，就算我们两个人吃泡面、吃地瓜、吃馒头，我都可以过。你只要陪在我身边，我就很开心。他要的是精神上的这个比较重，但他把婚礼主持得很热闹，什么？谁把婚礼主持？我他你当天不是新郎官吗？没有，是吧？我自己来，也不用司仪。当然，其实饭店他也付司仪，可是我觉得司仪太自私，太自私啊！新郎什么什么双方什么，我不要，我知道很轻松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艺人。那你怎样？自己拿麦克风，我自己拿麦克风。新郎新娘请就位，新郎新娘夫妻交办。